现在的宇宙啊，我们的结果呢是4%是我们熟悉的物质。什么是我们熟悉的物质？就是周期表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锡磷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物质啊。而这个4%是我们熟悉的物质中间呢，只有0.4%是我们看到天上所有的亮的璀璨的星星啊。那么这想起来是比较恐怖。我们在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、7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一看天上所有的星星，我们以为是宇宙100%的东西啊。现在不但不是100%，它只占宇宙的4%啊。那么剩下3.6%，虽然也是我们这个物质，但是是一些看不见的，比如说黑洞啦，比如白矮星啦、褐矮星啦、宇宙中间的星云啦，这种哈，那么都是我们看不见的，但是还是我们知道的物质啊。什么是我们知道的物质？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锡磷，这些东西我们周期表上的啊。所以我们周期表上的物质现在从100%缩到4%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就说呢，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宇宙变暗了啊，这是我的出发点。